因为今天太赶了，什么东西都很赶，弄头发了、化妆了、换衣服了、换新郎了，都不够时间，因为我们要赶快下来，接受访问，然后那个裙子又长，所以要需要很多时间去把它弄得漂亮一点，所以现在是很忙的感觉，心。 靠你啊，炒你嘛！左手边，好嘛，左手边，好嘛，好嘛，中间，左手边，跟住最右手边，好啊，这里，揸香槟同埋影张相啊，跟住唔该，切咗。今天的婚纱就是做了2个月的一条很长很长。 很大条的一个婚纱，我根本自己一个人是没办法走路的，所以需要很多的伴娘帮我抬起来。那总共是10个伴娘才可以把整条婚纱抬起来。那用了999朵玫瑰，对不对？对啊。然后那个头纱啊，一些料子都是从法国运回香港做的，然后是西仲我帮我设计。 好，中间。好，嚟啦！等翻佢先，我先同你影住啲全部啊！我俾奖状啦，多谢啦！我好期待切蛋糕嗰下，因为我觉得会好开心，系咯。接下咧，你会唔会都好 touching 你啦？ 我会噶，我好容易喊嘅，因为我惊我会一阵间出到嚟走嗰阵时咧，系会搲晒咯个妆，因为我一定会流泪噶，我觉得。有咩事啊？礼物俾 Kelly 啊，四哥，有冇送啲咩礼物俾佢啊 ？OK OK。啲咩祝福说话同 Kelly 讲啊？阿珍珍，你去收咯，过嚟倾两句啊！ 大約送咩俾佢哋啊？有冇咩秘方教我哋生仔啊，拉姑？